可以在我这学学思路，出装的话，你就出老三样就行了。瞎子，刀妹上手简单不？简单啊，简单。主播一玩就拿了个国一，没办法。刚玩刀妹。就打到了巅峰，真没办法，真英雄。刚玩的时候就拿了个国二，然后下台就拿了个国一，很简单的一个英雄啊。只要你想操作，只要你喜欢操作，喜欢一个打五个，你有这种想法，你喜欢一个打多个，你想你有那个操作的心，你就玩刀妹这款英雄。主播怎么打大师局啊？没办法呀，兄弟，炸鱼啊，炸鱼啊，炸队友的鱼，这把队友大师，那我们炸鱼呗。嗓门越大刀妹越厉害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，我是主播越安静我刀妹玩的越好。等会儿我不讲话我刀妹玩的贼秀，我一讲话的话容易失误。我的刀很安静的，我的刀是优雅刀，比较安静。看一下下路，对面是一个小鱼人打野，小鱼人打野的话一般是蓝 buff 开的， A 一下带 A 刀， ATO A 一下拉一下， ATO150星排大师，现在这个匹配机制就这样，因为没什么人了。 A 一下 ，AQ， 拉一下，拉这个的话拉歪了，滑的有点快，拉歪了，我问题不大。这样的话，只不过红开的一个小鱼人，可以记一下。对面打野的话是一个红开的小鱼，200血直接拉，一刀，两刀一个 Q 直接做掉。不能拉太远，狼人的话不能拉太远，他容易回家。这波的话我们拿完这个 F4 把下河蟹做一下，或者不做 Q 一下，干 Q 了，没事。5秒4秒3秒，拉一下 A 一下，可以拉过来了， Q 一下 AQ 再 Q。 看下路好像是打不起来的，下路小鱼人的话是一个蓝开啊，红开小鱼人有点笨啊，小鱼人他干嘛呀？我们他这样子打的话，我们等会儿进他红区了，我们先把自己家野怪一个吃一下，等会儿进他蓝区了，注意危险，直接进他野区 Q 一下，下路打起来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啊？这一个状态的话，可以杀 Q 一下 ，A 一下，拉他一下 ，W Q， 关键开团。Q 一下被动的话续一下被动啊，啊风女能跟一下吗？风女我可以进他蓝区，你过来跟一下吧。小鱼人的话应该在蓝区，他交闪了兄弟啊，这小鱼也太笨了吧，这都跳不过去，把眼排了。人都复活了，算了，没成绩，那蓝就不吃了，我们杀一个人撤退吧。这波直接回家很赚，这波很赚，拿两个助攻，谢谢兄弟们的小心心啊，感谢。我们优先出封刺，封刺的话会让我们刀妹刷野速度更快一点，因为我们前中期是拿平 A 的话去那个刷野的，这边拉歪了，问题不大。手感有点小差啊，等缓一下。这小鱼的话一看确实不会玩的小鱼，我那个大招是怎么吗？他没闪现，他只能连续两点连续连点两下一技能跳墙，如果他不连续点两下的话他就翻不了那个墙的，如果连续点两下我们那个大招是100%拍中他的，他过墙就吃我大，不过墙的话他就得死。这啥皮肤？光明哨兵。我们这波去干嘛？我们这波其实是可以入他野区的，我们腰子还是有大招，有针眼排一下，我们是可以入他野区的，腰子有大的拉过来，我们直接去的红 buff 守一下，红 buff 刷了，小鱼在打大招直接甩他 Q 他一下 W Q 一下 A 一下死，我们等一下再打这红 buff， 害怕被鲨鱼咬死。上单的话是被单杀了，拉下野怪，敢不敢来？好像是不敢来的，W 一下把这个野怪吃了走了。
炸弹人这边还像还在烧气吗？那直接回家吧。猴子的话我们杀不了猴子的，回家把三项做一下，转下半眼去打。这波的话龙团腰子是没大的。主播几点下播？下播的话比较晚，可能八九点了，可能八九点了。我是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人。为什么红 buff 会变红啊？因为改版了。现在只要你带个惩戒，你打这个野怪都会变成这样子。这波下路还是依旧可以杀的，小鱼没闪现 ，Q 一下，先杀一个，拉一下，大招甩他，算了，省个大招，惩戒 A 他，他脚闪了。等一下拉开一下，这个大招我没有时间再去瞄了，没有时间再去瞄了，我一定要反应快，不然有可能会扛奶扛死。我去拿一下甲午线风啊，状态不是很好。我们家有风女有大招的，风女被勾了，不过他不敢上，他没队友的。150星人机局啊，拉一下卡被动在身上，再 Q 一下拉回来，等风女开大招给我们回血，开给个大呀，风女给个大呀，惩戒回家血，惩戒回家血。这波的话我们只能惩戒回家血，不然的话会容易被小鱼人杀。 Q 一下 A 一下死，大招甩他一下，炸弹人的话找不到，去把蓝区刷一下吧。六分钟五杠零，助攻五个。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。刀妹又能打野了，刀妹本来就是可以打野的，从这游戏出来到现在，本来都可以打野。好丝滑，谢谢你蒙古人。好小子，玩梗给这。这把的话其实对面好像我看了出来，他们没有人有什么输出的，他们那个小鱼不会玩，炸弹人也没有什么输出，我们先做破败，然后买个布甲鞋吧。小鱼人会玩的话我们做魔抗鞋，但他并不是很会玩，他没什么操作，原皮小鱼没什么操作，拉一下 Q 一下，再 Q 一下 W A 死。塔皮的话可以吃塔皮，配个凯南把塔皮吃一下，小鱼人在下路，我们优先吃塔皮。下路的话被越了，但是小鱼人好像没什么伤害啊，应该是换掉一个，没换掉。卡被动，我们往下路走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直接越塔，这波怎么追呢？我们直接去塔下。你往哪跑啊兄弟？王胖子，你还想跑？王胖子，直接把这个条路封住，然后他只要一搂一搂视野，我们就点 Q。有时候，和平必须以流血为代价。Allies slain。最多让我秀五分钟吧，兄弟，可以，多一分钟都不给我玩是吧？可以打中路的话，给个大招，等猴子大招掉了再上，拉他一下，再跳一下，吸血还是蛮厉害的，不着急上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对面人有点多，五个人中路，鲨鱼给了，拉一下小鱼 ，A 他一下，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再跳他一下，再跳回来 ，W 闪 Q 再走吧，吃了个虚弱没伤害了。这波我操作不起来了，没伤害了，蓝量也不是很多。我们第三件出什么？我们第三件的话是做一个双生花，加一个自身的双抗，然后带一个韧性，去买一个双生花，先买魔抗。我们做了一个布甲鞋，刀妹打九千分打不上去吗？兄弟加油啊！你可以试一下，尝试一下玩其他位置的刀妹，刀妹的英雄。很简单很简单，你多玩就好了，多玩就好了，把那个技能熟练度打起来。给大家发个福袋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转转的福袋，支持一下主播，大家可以帮主播点点赞吗？
家人们点点赞，刚开播没多久。新版本刀妹法师加强了，没用啊，我们刀妹专打法师，我们专门打法师的。不太好上，我们龙团吧，打龙团吧。他偷我蓝，我们可以追上他 ，A 他一下，拉他一下。他这个 E 技能每次都交的好晚呀、啊，这个人。来到甩他一下，惩戒 Q A W 死，哎，装波一是吧？拉他一下 ，Q 一下，操作一下 ，Q 一下，再 Q 一下，再 Q 回来，走位扭一下，差点没控住。走，直接 Q 走，把这个吃了的。哎呀，我的蛤蟆没了。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转角的福袋啊，刀妹依旧是 T0 级别，在我手里。他应该有闪现，拉他一下。他卡平 A 了 ，Q 一下 Q 一下，直接出来，回家回家。钱的话我们可能差一点啊，哦差很多，直接回家吧。经济的话差很多，直接回家。嗯，一般不帅不帅，机操，你们玩刀妹也能玩这么帅，多看直播就好了。我肩负着的不仅是刀锋，啊，大家可以给主播的新作品点一下赞吗？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打的对位的话是一个国一加一个国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主播是如何应对他们的，如何去操作他们的。等这波先过来，直接跳兵。他应该会飞我，惩戒不吃到他减速，大招甩一下，他交闪，直接震死。他的每一步我都可以预测他下一步要去干嘛。我的意识比他顶级，他下一步要干嘛我都可以预测的。这波的话我们可以装一波，不太好装，有减速效果。Q 一下兵，再 Q 他一下，拉回来，夹子夹一下，夹到两个三个人。但是不能上，在塔下容易死，没金身。有金身的话，我就进去装去了。拉一下视野，看一眼，中路好像打起来了，我们黑下屏看一下，继续拿红 buff。这位置不太好，我们就上路看能不能把猴子做掉。Q 一下猴子旁边的小兵，拉他一下 ，A 一下一个 Q 断了，这个兵没补到 ，Q 断了。鲨鱼来了，博了空鲨鱼了，夹他一下，吃钩了，不着急，闪现一下躲下伤害，给小鱼先杀了，小鱼进场了，猴子还有一段大招，夹他一下，又夹到了，但是没人去扛塔 ，OK 有人在扛塔 ，Q 他一下，大招甩一下，甩到了，利用兵线进场之后再 Q 一下 ，Q 错人了 ，A 一下，又凯旋，哎，卡了，主播网卡了，直播被烧死了。刀妹什么样的阵容搭配什么样的铭文啊，主播？不是看自己家的一个阵容去搭配铭文，是看对方一个阵容去搭配铭文。完，刀妹一定要想操作呀！输入废物鼓励主播，可以，你小子，等会儿给他禁言。遇见这种刀妹直接卸载吗？啊，别吧，兄弟，万一你排到我这边呢？我们再买一点攻击力啊！我觉得我看一下，解魔刀这件装备其实挺适合刀妹的，现在。哇，两把这个东西合吗？两把海克斯影魔刀合成一个大的。对面的 AD 伤害我看了，没什么 AD 伤害 ，AP 伤害是有一点高的，全靠引燃打我伤害。菜刀队拿什么服务啊？菜刀队不看菜刀，只看有没有控制，兄弟不看菜刀队，只看对面有没有控制。我们刀妹不看对面菜是不是菜刀队，我们只看他们有阵容的话控制多不多。直播可以来，夹他一下，夹到对面 ADC 了，不着急上 ，AD 直接死了，没有给我 Q 的机会。我们大龙赶紧结束下一把游戏，这把游戏的话又是完美拿下，现在是12-1，助攻10个，打的是一个145颗星的局啊，打的是一个145星的局，张鲁一波线，我们去把小鱼抓了，大招直接甩他，没甩到，给了个眼 ，Q 兵太 Q 兵，拉一下，他要翻墙，拉他一下，拉到了。没拉到蛤蟆 ，Q 成，我们还有 Q， 再 Q 他 W A Q 再 Q， 交闪了，我们再追击，哎哎撞墙了，
我大龙的话被队友拿了，哎呀，撞墙了，被戏耍了，兄弟们被戏耍了，我们去把中路杀了，拉他一下，在不在？不在。他好像有闪现的，这猴子，拉他一下 ，Q 一下，死，正好回家把装备买一下。这边的话好像不用做那个什么了，直接买个这个吧，要结束游戏了。钱这边的话，我是选择钱供哪件装备，我去买哪件装备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新版本三龙的效果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把这条龙拿了，对于一个三龙的效果，我是第一次见。一般的话打不了这么长时间，都见不了三龙，游戏都结束了。算了，不等你了，太慢了。一技能要稳，拉的要稳，绕几拉，拉要稳，稳中带快，快中带稳。快如闪电，现在我们有金身了，看我塔下怎么浪的啊，不对，怎么操作对面的，拉他一下，大招甩一下 W 直接直刺他 A 他一下 Q 他一下 A 一下，真心直接规避伤害，还有一点击飞闪现拉开一下距离，夹一下他 Q 一下 Q 再 Q A W Q 他 W A 拉出来，风女直接回血 Q 兵猴子拉一下，Q 错兵了，想 Q 这个小兵的没 Q 到。三角三指没拉好，兄弟们，三指没拉好。这把游戏15-1啊，打的是一个145星的号单排。看一下出装主播有改变吗？出装的话，主播没有固定出装啊，对面什么阵容我出什么装备。你可以在我这学思路，出装的话，你就出老三样就行了，老三样。杀了你的主人。你出老三样。智慧默认三项加一个加一个死亡之舞，你就出老三样。我的话是根据对面阵容去出一个装备的。这把的话又是一个15-1，然后助攻13个呢。